是饿得好吃，应该是。本来我们就适合吃这种东西，垃圾食品。这是哪里垃圾啊？肉啊，纯肉啊，高蛋白。啊，预制啊！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们好多东西也是预制的，都是腌，都是什么好吃的都是要先腌过一下才能煮的。就说明我们的舌头喜欢吃有味道的东西，没有味道的东西不吃。不要吃大鱼。嗯，我说不要亏待自己的吃的太多。对的，不老实。你想老了以后，这不能吃，那不能吃。不过胖胖也是对的，会有好处。你少吃，但是你不能不吃。就是少吃可以，就是健康的糖，像那种甜品什么就可以断，因为那个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它能让我快乐，但是大家会有点衰老。衰老不正常，快乐。你要明白，快乐会有结节。你想想，你买护肤品的时候，现在是不是买抗衰老产品？我们还没有到，我们还没有买抗衰老。感觉它就是一个烧烤的那个。吃了一这种传统的技艺已经在这里传承了上千年。现在全世界90%的烟花都产自中国，而其中半数都出自于浏阳。通过面试之后需要先培训，制作烟花必须清楚每一种颜色的效果和相关药物的配比。烟花的颜色来自于焰色反应，五颜六色的焰色源自于不同的金属添加物，加碳酸锡是红色，硝酸钡是绿色，加上氧。
沐雨初春的温暖晨曦，从春夏到秋冬。
在玉景云，再次感谢他们。最后，也祝各位新年快乐，吉祥如意。